婆妈妈伸长手，抢着要与台湾阿姑握到手。侯友宜来到蓝营优势的汐止区，人气红不让。致辞时再强调核心价值：我这双手哈，无分男女，抓紧所有重大要案，咱做代志无分颜色，认真打拼。从警时不分颜色，但参选后对上老县长却无法不分蓝绿。前一天赖清德与苏贞昌、侯友宜同台，大赞新庄进步快，归功于老县长的努力，遭侯友宜反将一军，蓝绿双方大抢新庄建设牌。老县长数年前到现在，很多的时空环境背景不一样，别人曾经努力过的，我们都感谢。那这十五年来，不管经过周县长的时代、朱市长的时代，其实那完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时代。以前有三环三线吗？以前有公共托育啊？那以前还有很多你们都没有做的公民运动中心啊。虽然苏贞昌这些都没做，也间接替朱市府政绩加加分，是大建设还是小确幸各有立场。你现在这几年进步最多，那这些作为老县长在之前都没有。但人家电火球想照亮新北，战线频频拉回重前，并在脸书上细数政绩，更撩妹撩取选民的心。为了钓到你的心，你有觉得被钓到吗？钓到我的心，他在撩妹，撩妹，他在撩妹。哦，告白哦，哎呦，拍死哦！我想给你的哈，不只是友谊哦，我给大家的是。后友谊政坛吹起撩妹风，顺势加进自家标语。新北苏侯这一仗，什么都能打，也日日是战场。环宇新闻林伟旭、陈怡蓉，新北市报道。